梁小乔。排队才拿得到，哎，不要一直挤过来。好了，那个草坪 OK 了。好了，让我找。哎呀，你们干嘛？对，就只能拿一个人，有排队的就只能拿一个。小姐，干嘛？排队？人家那边排队干什么的？啊，这边的排队，这边排队。来，谢谢。啊，那个不要了啊。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不要来一个，快点。真的，来了。所以在这里了。排队，小心点裤子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没有，我有排队啊。你在哪里？就背到前面啊。对对，没错，我有排队啊。有了，知道啊。啊，小姐妹啊。这里是新竹的民发定制雨伞，先走水波略大，但不算太大。
在哪里 ？AA 你们在哪里？基本上，除了中部之外，全台湾各个角落应该都有电子鱼场。高雄有啊，高雄渔获比这边经常多。所以到屏东那个，屏东那边也有电子鱼场，我记得叫满丰吧。然后前面这一带比较小。人多就会有话说小道，第三个等一下两边还会再跳一次，来，哦，有浮雕哎。最上面不知道流到哪边去了，应该是你们这个角落哦。是啊，是了是了，不啦，是啊，那边没有。哎，这只母雕雕吗？没看到。